喂，楠楠，你见着可明了吗？我刚上班，还没见着呢。他昨天晚上一夜没回来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，是公司有事儿还是朋友聚会呀？你看看你，不就一晚上没见着他吗？待会儿我见着他，我帮你问问，啊，就这样吧。
现场有搏斗的痕迹，屋子里很乱，像是入室抢劫。死者的头部是被一个水泥雕塑打到以后致死的。尽快验尸，确定死亡时间。 大概是晚上8点半左右吧，我看见一个男的，急急忙忙的进了苏小妍家。先冷静吧。准备了。附近有很早就睡了，什么也不知道。现在病人有非常严重的心力衰竭现象。 病人最近有没有受过什么特别严重的刺激？应该没有吧，可能家里有点事儿。哦，医生，有什么办法吗？纯的医疗手段对心理疾病是无能为力的。现在最主要的是多做一些病人心理的工作。好，有什么事，及时通知我，好吧？好，谢谢你。 前两天人事部刚通知我们，苏小妍请长假回老家，怎么可能会在长海呢？那谢谢你啊。哦，对，请假有请假报告吗？人事部说这是总裁办通知的，不是苏小妍直接来办的吗？昨天来的公司，知道他来干什么吗？我问他派件存折，几点钟？大概是5点多吧。 这个事儿你得赶快办，不能再拖了。再拖我们就没时间了。要争取在春季商品交易会之前，把所有的广告推出去。区长，刑警队的林队长要见您。哎，快快快，请他进来。 徐总，你好，林队长，你看真不好意思，又给你们添麻烦了哈。不能这么说。齐总，哎，哎，有事吗？哦哦，对了，广告的事儿啊，你看，这样你做几个方案，拿给我看啊。哎呀，你看我这儿忙的乱七八糟的，啊，就按照会上说的办，啊，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回头找我。 好，好，好，你们先去。哎，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哦，对了，你们先等一下啊。哎，小孙，好，你去吧。好，你把那个苏小妍的档案材料给我。好的。 徐总，苏小妍遇害身亡，你知道了吧？保卫科长已经跟我说了，周董呢现在正在住院，公司的事情我在主管，有什么事儿，你跟我说吧。好，对不起啊，我先接个电话。喂，大哥，你到公司了吗？见到可明没有？啊。 还没有。他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想哪儿去了？你要跟我说实话。我在公司正忙着呢，公安局的林队长在这儿呢。公司怎么了？我回头再跟你说吧。再见啊。周董事长的女儿，昨天她老公一夜没回家，问她丈夫的事儿。 她丈夫是程总吧？是啊。哎，你见过的，陈可明和苏小媛最近关系怎么样？他们只是上下级，
师生关系。哎，我记得您在调查英超事故的时候曾经问过这样的话题啊。曲总，这是苏小媛的档案和材料。好，你去吧。哎，林队长，你看一下。现在是人命案、谋杀案，请你正面回答我的问题。曲总和程总的私交不错吧？ 我们是老同学、老同事，就像亲兄弟一样。你如果问我公司里的那些传言，我的回答跟别人一样。但是如果你想知道真相，据我所知，苏小媛的确爱陈可明。不过，苏小媛是宛城人，她有一个妹妹苏小晴在宛城住院。 前一段时间，苏小媛和陈可明一块去了一趟宛城。在他们俩的关系中，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这件事情。不过我确实知道，这件事情一直是苏小媛主动。宋楠。 没什么。结果出来了吗？从死者的指甲缝里发现了一根医疗植物纤维，估计是搏斗中从凶手身上扯下来的。尸检结果证明，死亡时间是昨天傍晚8点到10点之间，凶手应该是男性，身高在1米78到1米82之间，体重大约70公斤左右。 苏小媛的电话单显示，苏小媛死的那天接到了5个电话，一个是打给宛城某医院的，两个是打到陈可明实验室，一个是打的陈可明手机，接的电话也是陈可明的。陈可明，这个名字总是和苏小媛联系在一起。一恒保安说，苏小媛最后去一恒是去见陈可明。下一步。 分头进行调查，我去检察院，找陈可明的妻子周楠，小常、小丁，你们两个去宛城，调查一下苏小媛的妹妹苏小婷，然后再查一下陈可明最近都去过些什么地方。 我只是要他那份数据资料，他不给，我们就抢起来了。我老了抢不动，我这一松手，他怎么一下子就……我真不是故意的，这是一个意外。要相信我，可明已经死了。 听不到你说什么。那我到公安局去自首，我要去说清楚。你不能去自首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杀了你女儿的丈夫。不，我说过了，可明不是我杀的，这是意外。谁信啊？可明死在了你的实验室。 是你把他推倒的。当初他死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报警？你现在报警，还有谁相信你呢？
周南在哪儿？我不能看他，我不能看他。周南是你唯一的亲人，你为什么不能见他？那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骗他，告诉他，可明还活着。 今天是来了解一些情况的。可明出什么事儿了？你为什么这么问？可明他昨晚一夜没有回家，公司也找不着人。林队，他怎么了？其实我们是来了解其他情况。 易恒公司的苏小媛，你认识吗？知道。昨天夜里，他被海参崴了。苏小媛和陈可明最近有过什么接触吗？苏小媛的死跟可明有关系吗？根据调查，苏小媛死前最后几个电话。 和陈可明有关系，有的打到他手机上，有的打到实验室。我们需要了解苏小媛死前接触过任何人的情况，包括您丈夫。前几天，苏小媛从宛城回到长海，她说她来看望英超，他们俩以前谈过恋爱，她是回来照顾他的。 见过他一次，是在可明的实验室。他们在工作，后来他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。你们见面都谈了些什么？女人的话题。周姐，我知道这类问题让你为难。 我们是例行公事，请你配合。林队，我知道你想了解什么，但是我跟苏小媛的谈话确实非常正常，我不认为跟苏小媛的死有任何关系。抱歉，我帮不了你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如果陈克明有什么消息，请马上告诉我。 秘书呢？龙秘书不在，曲总呢？曲总也不在，董事长为什么也不在？董事长住院了。什么？得什么病了？为什么没人告诉我？哦，我不知道。他在哪个医院？也不清楚。哎，大哥，到底都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别着急，好吗？ 他究竟去哪儿了？怎么连个电话都没有啊？这不才走一天吗？也可能他有什么为难的事儿。我们已经说好了，有什么事情都不瞒着对方的。嗯。
越想越不对，他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啊？娜娜，你别这么神经过敏好吗？也可能，可明明天就会给你打电话的。有件事情挺蹊跷的。什么？昨天早晨，可明走的时候，交给我一张磁盘，说那里面记录着他最近一段时间的研究成果，还特意叮嘱我不要交给任何人。 也包括爸爸，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。那你一定要替他保存好。可明这个人做事心重，千万别给他丢了。这两天老师的精神状态很差，可明失踪的事儿，千万不要告诉他，他会受不了的。 你生什么病了？为什么突然就住院了呢？例行检查。爸，你脸色特别难看，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吧？怎么会呢？你到底怎么了呀？ 罗姐，今天上午约好了医生会诊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你先去上班吧。你放心，这儿有我照顾，有事我会通知你的。 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我了，他说他要给我请最好的专家给我做手术。不过我觉得还有另一个目的，就是他太想他男朋友了，所以就走了。他男朋友叫什么？陈可明。哎，你们见过我姐吧？她的性格可能跟我不一样。嗯，她特漂亮，又温柔，大家都特喜欢她。哎，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呀？你休息吧。 真没事，你瞒不了我的眼睛。我他妈跟你说没事就是没事。我跟你做生意，并不欠你什么，别把我当撒气筒。有完没完？说到你痛处了。
说出来会舒服点。我想我能理解你。从咱们第一次见面，我就知道我们是同一类人。是不是出了什么大事？魏文斌啊，我是周南。可明最近跟你联系过吗？哦，没事儿，哎，谢谢你啊。医生说你不吃不喝不睡，不想活了。有时候我特别羡慕那些先走了的人，不用承受痛苦，经历折磨，走了就走了。其实活着是件挺艰难的事儿。这几天一到晚上我就睡不着，老想着上大学的时候我和可明。可明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是我遇到的最善良的人。那会儿一到晚上我们也睡不着，老是聊一些将来的事儿，老了以后的事儿。我不知道我们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昨天早上我看见周南了，他挺高兴的，他跟我说他跟可明和好了。我告诉你这些，是想提醒你，痛苦不是你一个人的。老师，你已经活了一辈子了，我们的路才刚刚开始。可明他已经死了，他回不来了。而周南还年轻，他还要活下去，你是他唯一的亲人，你必须得活下去，哪怕是虚伪的，你都得活下去。活下去，为了你爱的人，好吗？
你好。哎，你好，能不能帮我查一下借这本书的人最近有没有来过图书馆？您稍等，我帮您查一下。哎，谢谢。有过，而且还很多次。嗯，但在3月15号以后就再没有来过。那这本书我帮他还了，行吗？见过这两个人吗？我记得他们来过，两个人吵得相当厉害，好像是女的什么事情不满意那个男的，男的很生气的走了，女的追了出去。喂，对不起，你打错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克明失踪了。怎么会？你找过吗？能找的地方我都找遍了，没有。他是开车出去的吧？是吧？人和车都不见了。去查一下吧。邹姐，这是我们这3天的交通事故中车辆号码的记录，好像没有您要查询的号码，您看一下。谢谢啊，小李。不客气。如果苏小媛不是被害身亡的话，你会这么担心你案子下落吗？我也知道我这样的担心是挺荒唐的，但昨天林队长找到我，告诉我苏小媛死了，他所有的话都逼得我不得不怀疑。哎，你也不要想太多，警察呢无非是想从各种可能角度寻找破案的思路。我想你爱人这两天如果没事的话会跟你联系。给可明送资料来了，最近我又找到几个跟刘东东相似的病例。你最近跟可明联系过？他前天来找过我，我们聊了聊。我知道他从公司出来了，他说他现在有时间了，可以到外地帮我去寻找病例，还说要把刘东东血样送到国外去检验。我不好意思麻烦他，没答应。可明真是好人呐。其实我也不想打扰你，我就是想找可明，可他电话老关机，我找不着他。可明失踪了。什么？他的一个助手叫苏小媛，被杀死了。警方怀疑。苏小媛。
不起，我有点头疼。苏小，哎，等等。你说，可明那个助理是叫苏小媛是吗？是啊。可明那天在我家，接过苏小媛一个电话。好，谢谢，有事再联系。行。干嘛跟警察说这些？你说了，未必对可明有利啊。我知道，但我是一个检察官，就像你是一个医生。有些事情，你的职业良心会逼着你去做，尽管它会违背你的感情。吴正，谢谢你。你干嘛那么客气？可明不在，这几天我心情不好，所以你的案子……楠楠，我知道你挺难的，有些话我说不知道合不合适，你听着，可明绝对不会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。从我出事故起，我们见过四次，每次都谈到你，谈到你们俩的感情，他非常爱你。他离家前的那个晚上，我们常谈过，在那之前我们俩好多误会。他跟我说的，他说你们已经把所有的误会都澄清了。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可是怎么解释他跟苏小媛的电话呢？又怎么解释他现在的突然失踪？马大爷，年纪的那个男人开的是什么牌子的车吗？什么牌子车说不上，本田，反正那号车吧。颜色呢？年纪的吗？颜色黑的、绿的、深色的，啊，深色的。马大爷，您看一下，是这个人，这辆车吗？我得戴上眼镜。没错，就是他。林队，林队，啊，是实验室送来的纸质和血型。林队。马大爷指认了，陈可明正是案发当天到过苏小媛家的人。调查陈可明。是。周总，我知道您绝不是有意。会原谅您的。他会吗？会。昨天我去朱楠家去看他。楠楠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我在那儿了一个多小时。他一直在笑，但他的笑让我想哭。我是女人，我经过了很多，我理解你。我知道他在痛苦，但他在回避。他用他假装的快乐回避外人。我走出他家，能感觉到他一个人守在那空荡荡的屋子里，是多么痛苦，多么孤独。周总，周楠现在的状态非常的不好，他需要亲人的关怀。他现在只有您一个亲人，您不能只想着您的痛苦而不理会他。您要是有过三长两短的，他怎么办？您不能总是这样下去。
爸爸，感觉怎么样？楠楠，我想出院，我要回家。寂寞如刀将心和成肉，往事纠缠不清，心不了。我看不见，我听不到，用尽力气穿越风暴，却又别经历潮，坚持到底究竟好不好？信念与幸福谁更重要？人海之中，人世孤岛，背负世界无处可逃。可是红颜已老，是我太傻，以为能分清楚浅浅，青石渡花，让人没力气挣扎，浮现鲜花。有谁能将彼岸到达风中的坚持到底究竟好不好？信念与幸福谁更重要？人海之中，人世孤岛，背负世界无处可逃。可是